是不是发工资了？你是挺准时的。你是喜欢爸爸还是喜欢钱呀？他喜欢爸爸有钱。那我没钱你就不喜欢我了吗？喜欢喜欢，快交过来。哎呦我的妈！妈妈，我们只能交一半。你就是要交一半吗？行不行？行。耶！公司负责一半，另一半你们自己负责。都是洗衣机啊？不洗衣机啊？我们怎么拆？就拆一个角，拆这么一角，掉一个角。对呀、啊，就是一个角光角。你们只交了一半工资，好吧？哎，这么剩的菜怎么吃？我现在洗好了，切好了，剩下一半你们自己去干吧。贱娘们可不像好人的。这么厉害，算厉害，来、哎，给你转过去。是自愿的吧？你呢？今天是这样。